妈，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没得商量。我还没说什么事呢。什么事都没得商量。妈，妈，你答应过我的。妈，我知道您疼养养，我想，我是说，在您心里，或许您希望天天能够见到他了。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不要尽在养阳身上打转。他在七岁大的孩子，整天这么被你糊弄来糊弄去的，就想着利用他。是，我利用我儿子也不知道是为了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请您搬过来跟我们一块住。免谈。 妈，这是何苦呢？自己一个人六七十岁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万一哪一天……我自己一个人是我的事，我身体不好也是我的事。万一哪一天我咽气走人了，更是我自己的事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是徐政委的妈，徐家阳的奶奶，是我的婆婆，你的事我能不管吗？我是徐政委的妈，是徐家阳的奶奶，可是你不是我媳妇儿，我跟你没关系。好。 那你为什么每天跑到我们家楼下去打听我们什么时候回来？每个邻居都认识你，我是去看养阳的，我管你在不在呀。喜欢我儿子，想念我儿子是吧？以前我也喜欢你儿子啊，我爱你儿子可不比你爱我儿子来的少啊。可是我每天还不是乖乖回去看你的脸色。所以你要报复我，利用我对养阳的爱报复我。 是，我是要孝顺你。孝顺？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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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。你笑吧，反正你一向对我都是这样的，我早就已经习惯了。我们俩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俩都爱对方的儿子，你却希望我们分开，我却希望你能够天天跟我儿子相聚在一起。你为什么总是不懂我的心呢？ 一个老太太脾气这么倔干什么？你有没有规矩？口口声声老太太，你就永远长春不老吗？是，我是老了，是老人，但不是废人。我能动能走，过自己的日子。我挨到你了吗？我好得很呢。你好什么呀？赵大夫说你早就该复诊了，通知了你几次，你都没去。 高血压药已经没有了，你也不去拿。哎，浴室里的纸滑垫坏了破了，你也不换，你已经摔跤两次了。还有那电锅，那个插头不是每次都忘了拔，就在那个热水瓶的热水已经烧干了，你也不晓得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些都是以前政委做的事情，可是政委现在已经不在了。 没有人能够替代政委。当然，政委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他。可是妈，你能不能让我接手，做那些政委以前做的事，让我接手照顾你呢？ 想他，我想我儿子。我知道，让我们一起想他。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翻翻看看他的照片啊。你可以把政委的照片从小到大说给养阳听。对了，他光着屁股游泳那张收到了没？还没吧？ 妈，来妈，妈。
不，我不能走。我怕我走了，他们父子会认不得回家的路。就算回来了，政委进了家门，看不到妈，他会心慌。我要留在家里，跟以前一样。不管多早，多晚回来。 留一盏灯也好，下一碗面也好，家里总归有人在。不，我不能走。妈，你别傻了，怎么会是你留在这里等他呢？根本就是你在哪，家就在哪，你到哪，政委也跟着到哪。像以前，以前你到哪，政委跟到哪。 我总是在家里，他心是你的，人是我的，一直是这样。妈，人都走了，我们还在这吃什么飞醋呢？如果政委天上有知，你难道忍心看着他的魂魄像在人世间的时候一样，一样疲于奔命，两头跑吗？跟我们回去住吧。 搬来跟我们一块住嘛，好不好？要是真有诚意，就让养羊留下来陪我吧。他也该念小学了，这的学区比较好。我看看你的如此跟随着你。 就是送您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不是了，怎么会是他嘛？客户就是客户啊。你好，来坐下吃饭，不用等他了。还是再等他一下吧。不用等了，总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啊。来，坐下吃饭吧。 手艺真不错，你看这牛排煎的多好，一点都不会比外面的西餐厅逊色。明美，住手！不要这样了。 谁在说谎？明媚，我已经这么努力的在做一个好妻子，我去道歉，我相信他，我甚至于亲自去求宋黎回到公司来上班。 请他回到我老公身边，明后，你告诉我，我还要怎么做？明媚，你很好，你已经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婆了。不，我不好，没有人觉得我靠明媚好，所以你们大家联合起来骗我。什么开会，什么客户，这些通通都是假的。 连你也一起跟他们来骗我，你怎么忍心？我是怎么相信你的？明媚啊。
你不要以为我们是朋友，没有人会想要刻意的来骗你的，俊忠不会，我更不会。那你告诉我，他今天晚上是不是去跟宋林见面？不会吧，应该不可能的。 你回去吧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招待不周。你听我解释嘛。你不要再解释，也不要再澄清了。真的，什么都不要再说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残忍，做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坏？ 真的好累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才是对的。爱他，不行；恨他，我又做不到。我要帮他生孩子，俊忠他又不要；我要接养羊回来，他又拒绝。 我好累，我真的好累，好累，好累，我不知道该把自己压缩到什么地步，我不知道该把自己。 我应该怎么做才对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明美，你先起来，你听我说嘛。我不要起来，我也不想听任何人说任何话。我请你现在离开我的家。明美啊，真的很渴望。 男人要帮男人，所以你帮沈俊忠说谎，宋林有马小文，只有我，只有我康明美一个人，没有人真心诚意的站在我这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现在请你离开这里，这是我的家。 也是我仅有的事迹，我请你不要再在这里再继续对我说谎，让我保留一点最后的尊严，好不好？明美，你们总是叫我明美，从来就没有人叫过我沈太太，难道康明美就不是沈太太吗？为什么你们总是忘记？或许。 我真的跟这三个字无缘，沈太太这个头衔，我到死都不会放弃。你请回。
宋玲，宋玲，你别这样。宋玲，我说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宋玲，我试过，我努力的尝试过消失、逃走，可是我都失败了。俊中，我求求你，可不可以帮帮我？ 我真的试过，我真的试过，每天想找你的缺点，每天一个就好。我想少爱你一些，可是每次我想到你，看到你，都是你的好，一帮帮我，就就我好不好？宋玲，宋玲，我真的试过，我真的试过，每天想找你的缺点，每天一个就好。我想少爱你一些，可是每次我想到你，看到你，都是你的好，一帮帮我，就就我好不好？宋玲，宋玲，我真的试过，我真的试过，每天想找你的缺点，每天一个就好。我不贪心的。 我说过，你跟养养，我愿意让你们依靠一辈子。我愿意。不，我不能伤害明美，我也不敢伤害明美，因为他对爱情的看法是那么的极端，那么的强烈。 没有养养还好，没有养养的话，我还愿意尝试着去贪恋那份爱。可是现在有了养养，毕竟明美曾经绑架过他，这份伤害，养养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，甚至于每天晚上都还做噩梦呢。而且那天，他还跟着明宏两个人闯到我们家去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不知道他还会对我们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宋玲，你不要怕，真的。 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们，我会的。不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对的。我不应该想你，我不应该爱你，我不应该，我应该被诅咒的。不行，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，我应该消失的，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。听我说，爱情本身没有错的，你不要自责，错的只是时间。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话，我绝不会放弃你，宋玲。我爱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永远永远不准从我生命中消失。你跟养养，永远永远要留在我身边。 其他的事情，让我去处理。
军中，我们晚上确定在家里见吗？你跟那个客户不会谈很久吗？我得总得搞清楚吧。我知道你在乎他，我也知道你处处防着我，没关系，这都正常的。是女人爱老公都会这样的，没办法，这就是爱嘛。哎，人家说什么爱是牺牲奉献，我觉得全是骗人的。 爱根本就是占有，等你完完全属于我了之后，我再来牺牲奉献也不迟啊，是不是？我一早就约好客户了。那个客户是出了名的难缠的，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决定离开，我决定用行动来证明我对你这份友谊的看重。晚上啊，等我回家了，我们再说。那我做好饭在家等你回来。你跟那个客户不会谈很久吗？你是我的好朋友。 我决定用行动来证明我对你这份友谊的看重。晚上你会回来啊？会啊，一定会。没办法，爱根本就是占有。人怎么能够坏到这种地步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 我就算吃两颗药，或许我们的缘分还没到尽头。
我求你快点回家。 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对的，我不应该想你，我不应该爱你，我不应该被诅咒的。不行，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，我应该消失的，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。听我说，君君，我求求你，可不可以帮帮我？帮帮我，可不可以让我不要喜欢你那么多？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不对，不对，妹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 请你放我自由，妹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放弃一切。 用别的方式弥补你，因为我爱上他，我爱上宋宁了，我爱上他。 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君中，你刚进家门的时候，在客厅没有看到我，你会不习惯吗？可是，我还是替你留了一盏灯。妹妹，妹妹。 君中，我爱你，到死我都还挂念着你。我怕你喝醉酒回家的时候没有灯，你会不小心摔倒。以后没有我等你，没有我扶你了。
你记得回到家的时候要开灯哦。哦，还有，每件西装口袋里都要准备一瓶气喘药的喷剂。君中，我好舍不得你。 是不是超过12点？在那之前，我一直打电话过去，可是都是占线中啊。我知道一定是明明打电话在找你，过了12点之后再打，电话就通了，可是没人接啊。当然，那个时候你们已经来医院，你为什么要那么晚回家呢？谭事情，你们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从白天谈到半夜的？ 确实他不在啊，我一直等他。你在等他？那你还记得你家里也有个老婆在等你吗？你回答我！你还记得你答应明明要回家吃饭的吗？你守在别人家门口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你自己也有个家有个老婆吗？回答我啊！刘明宏，你在质询我吗？你有资格拿枪炮要质询我？ 我有什么资格？我太有资格了，因为我是帮凶师童魔，是共犯。因为今天是我陪着你睁眼说瞎话来骗明媒的，因为今天你在别人家家楼下扮演罗密欧的时候，是我在你家客厅里面替你两肋插刀的，是我。如果你觉得我不够资格的话，你就不要把我拖下水吧。我实在很痛恨我现在扮演的角色，哎，我快要精神分裂了。就只有你厌恶你自己吗？ 你以为我有习惯我现在扮演的角色吗？那是你的人生哎，你喜欢也好，厌恶也好，那是你的人生，是你自己选择的。是我自己选择的吗？刘明宏，我是不甘的人生，一开始是操纵在你的手里的。原本我选择的人生是平坦顺理成章，我成家我立业，一切操纵了我的手里，这是我的选择。而你呢，把宋宁推进来。 于是有了养阳，于是有我跟徐家的瓜葛，于是有明美的昌星和痛苦，还有什么？于是我让你爱上宋林了吗？于是我叫你对你老婆不忠吗？于是我不准你跟明美生小孩当爸爸吗？于是明美今天晚上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这都是因为我吗？啊！请问康明美的家属，我是，我知道丈夫的怎么样，比较稳定了。 好在他不是一次大量的吞服安眠药。什么意思？他是分批吞服的，所以每次吞服的时候，也就是同时在大量的喝水，药性的浓度啊也就比较稀释了。那他现在清醒了吗？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？对不起，病人特别交代，他只想见刘明宏先生。是。 我是，病人只想见你。至少，您自杀的会失败。
军中一直守在外面，随时等你叫他进来。 我不会叫他的，何必呢？进来还是要出去。他人在这里，心不在这里，偏偏我又死不了。明媚啊，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嘛，受了那么大的罪。 好不容易没事，明宏，好不容易的，不是我活下来，而是我死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。 真的下定决心要求死的时候，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我把整瓶安眠药倒出来，每隔10分钟，我就吞2颗，一面吞，一面望着钟，心里想着，军中什么时候会回来。 于是，时间变得好快，一下子10分钟就到了。于是，我就又吞下2颗药，就这样子，好漫长，好漫长。 因为军中他总是不回来。啊，明媚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，是继续看着时间吞药吗？ 既然要死，何不死得干脆一点，留一些生机，都没有出息。我到死都还是一个拿不定主意的窝囊废，我真的很恨我自己。你不是窝囊废，你也不是拿不定主意。 你只是太爱军中了，你舍不得他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记住这一点。你舍不得军中的，不要轻易寻死啊！我真的好痛苦。 我想见我老婆，夫妻见面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当然喽，天经地义的事，干嘛搞得硬邦邦、紧张兮兮的呢？我走。霓虹，你不要走。 关于10分钟是长还是短，你可以提出来问问军长，也许他有不同的解释。
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要怎么样，你才能快乐些？你真的这么不想看到我？如果我们暂时分开，你见不到我，你会快乐一点的话，滚！不，妹妹，我滚出去！你滚！宋玲的步步逼近让俊中与明美无法招架，俊中更迷失在宋玲的柔情当中。请您别忘了继续按时收看中式剧场《女人花》。